大家好，我是刘晓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，我先给大家鞠一躬。在这些漫长的岁月里，我是拍我的电影一路走来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也是看我的电影一路走来。今天的聚会代表了我们大家共同的芳华，大家失望的相信我吧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还有两个问题。对，那我们再给一位女性的影迷，哪一位？手举高一点。这边。这边，给这边的。好。我看您很激动。晓庆老师您好，就是我差不多就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，叫一声心